这么高的音，你们共鸣点在哪里？您先讲。大部分都是用那个头，已经到达顶的那边了，就是头腔共鸣。头腔啊，那会不会伤到脑子啊？不会啦，我们现在脑子还蛮清楚的。那是不是头越大，声音可以唱得越高？理论上应该是，只是因为它的那个喇叭的空间够大。小哥，来，Speaker，高音示范喽！不是，我只听过鼻腔共鸣，有头腔共鸣，没有，还有到这里，对，鼻腔还在这个地方，鼻腔在这里，你还要再顶，就上去。高音啊，高音是可以训练的吗？应该可以，还是说与生俱来？就是应该可以。像我，我十七岁以前是完全不知道自己会唱歌。对，那你是有一天？我记得我那时候去音乐教室，然后那时候一个音乐老师叫所有的同学上台唱歌，我那时候才唱了四小节，就被老师赶下去，然后全班人笑我。我那时候不知道，以为我唱得很烂。然后来下课以后，那个老师说：“哎，你要不要跟我学唱歌？”那他为什么要把你赶下去？因为他觉得那个八个字唱完，他觉得够了，这个人是一张白纸，可以训练。两年以后吧，才开始发现自己不太一样。你唱的共鸣腔的，我其实我不知道，我是因为我一直在 pop 唱啊，一直在 pop 演唱，那就是其实是算是有点苦练。你有去上什么音乐？对，但三十岁以后没办法了。对，我们就来不及了哈。那是不是那如果说今天就是说，像我们一般男孩子、女孩子在青春期发育的时候可以练，这个声音可以越练越高喽。变完身再练吧，否则的话过了再练吧。对，你练了几年了？两年吧。两年就唱成这样？人家刚刚讲两年了嘛，你是不是没听到？两年了呢，还三年五年吗？没有啦，就是学了两年之后得一分。学了两年之后，就从那个美声的唱法绕跑去唱乐团。我是唱 band， 我就组 band。那个老师一直气我气到现在，大概他一直以为你要做声乐那样子。对，他以为，可是没想到他学会了之后就散了，去唱情歌去，就去唱情歌。那两种唱法有什么不一样？其实蛮好玩的，我自己在唱歌的时候，我体内的哪些器官在运作，自己有感觉这样。其实还蛮爽的，妖怪吧？我跟他比较不一样，就是他是比较理论派，我是就是土法炼钢，我就是我也不知道气在哪，我也不知道我的哪个器官在运作，我就是唱就对。有点像那个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们那个京剧嘛，在练喊嗓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破了再喊，破了再喊，最后就成了。因为我们这次没有老师教的，就只好自己来的。等下没唱歌来干什么？对啊，是不是？对，来来来，我们要请那个阿信唱林志炫的歌，林志炫唱阿信的歌。哎，真的，阿信唱。酬劳。I don't believe it， 是我放弃了你，只为了一个没有理由的决定。以为这次我可以牵手你离我而去，不必让你伤心，却刺痛自己。一个人走在傍晚七点的台北 City， 等着星空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。我一直在换唱法。对啊。I hear myself， 又整夜追逐梦中的你，和明天只剩哭泣的心。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，我不愿意叫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。我要怎么告诉你，我爱你，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。我要告诉你，我不叫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。我要怎么告诉你，我爱你，是我
自己错误的决定。嗨，另外一种风味啊！太好太好，我真的鸡皮疙瘩起来，我完全进入那个歌曲里面那个故事。来来来来，小康好像卖药了。他这么屌的歌，你就这样给唱了一声。这首歌其实我非常喜欢，做就对阿信的歌来讲，这首歌真的很好听。嗯，哎，麦克风有开吗？有。好，我试试看。两只给你用，两只啊。你有没有用过两只虫？没有，用两只，这有点怪吗？不会，考一下吧。Stereo。一开始我只相信伟大的是感情，最后我。无力的感情，强悍的是命运。你还是选择回去，那刺痛你的心，但你不肯觉醒。你所爱本就。幸福，我只能还你。想留不能留，才最寂寞。没说完温柔，只剩离歌。心碎前一秒，用力的相拥着沉默，用心跳送。期待。我期待有一天我会回来，回到我最初的爱，回到童真的身材。我期待有一天我会明白，明白人世的痴爱，明白原始的情怀。我情愿分合的无奈，能换来春夜的天籁。我情愿现在与未来，能充满就